我 boss 哥，神父屌你老母臭花系呀。中华民国41年12月14号礼拜日晚9点到半夜12点，香港下环大佛口轩尼斯道门牌一号嘅丽的呼声立东华三院筹建碑坦病院二唱，未开始广播已经刮捻到39000几咸龙，唱够完就计到有成67500蚊西子进账啦合。听够翻当其时，白雪仙跳臭喺唱个节，讲跳猴喺隻佬打仗去后，猴婆喺行喺房树发姣发凳市唱嘅香艳曲仔《红楼二九杏花残》先啦。Thank you.